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sorry， 刚在给孩子喂饭，抱歉，我会补上的。刘海呢？不敢露，刘海到这儿了已经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的刘海是自来卷。然后一剪，我这样剪的嘛，把拉直了剪的，然后一剪，咚，它就弹到这儿了，之后它就一直在这儿了，越来越短。嗯，抱歉。嗯，是，就是越来越短，然后呢，我就不敢露了，就是每次做造型，我都是把它就是融到里面。然后它自来卷吧，然后经常就是这样，嗯，就是嗯，好奇怪。丁丁在吃饭呢，迟到了不惩罚，补上。我发现我最近变白了。等会儿他吃了饭，吃完饭那个给你们看他。哎，这是上次是谁送的？还有头上有个夹子，这还有一个，这应该是送给丁丁的吧？发，我觉得挺适合我，我就给戴上了。呀，吃饱啦？吃饱了就往地上滚。而且最近这个皮肤确实挺好，很亮，一直都还行，一直都还不错。洗澡了，丁丁洗澡了，然后他这种狗吧，就是很容易就变成拖把，它就是本来就是拖把的质地，然后它又很爱往地上滚，每次洗完澡之后，它就喜欢这样，在地上这样好几圈儿。就是一定要这样蹭脏了，它就爽了。打麻将，会啊，会一点儿。我只会一种，就是那个应该是四川麻将吧，就比较稍微简单一点的，没那么复杂的。哦，卡吗？孩子在看着我。嗨，想我没？过来呀、啊。对，叫你呢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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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丁。算了，你们说啥？哎呀，还要发这么长段的，都看不清楚，他就走了。啊，没有腹肌了。啊，但是我今天第一次就是，我又恢复健身了，今天是第一天，很开心。呀，你来找我了，孩子。哦呦，吃饱了就来了，来吧，过来。咦，小脏狗，一天就脏。一秒脏，嗨，打个招呼吧，小狗，吃饱啦？哟，湿了吧唧的，嗯，好，好乖，嘿嘿，嘿嘿，行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乖，双下巴。一直都有，嗯，好，走，玩去吧，拜拜。西安好玩吗？刚刚我 忽然间看到，去年有谁发的一个，
西安挺好玩的，就是也不是很冷，然后就是哎呦又来了，天气还挺不错的。我草莓上一盆不行了，坚持不住了。其实给你们看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，然后扔了，又换了一盆，又坚持不住了。今天刚扔，好几天没浇水了。等一下啊，给它擦个嘴，马上。这狗啊，得擦嘴，每次吃完饭吧，因为它太白了，这毛啊就很容易就是变黄。好好，行，知道了。你们开心吗？今天过的？好累哟，每次擦嘴都困，擦困了。是，它长大了，它长大了。丁丁宝贝长得很快。开心吗？你们过的？丁丁不掉毛哎，丁丁是个不爱掉毛的狗，因为它是那个，它这个毛的材质是比较就是硬一点，不是那种细软毛，细软毛就很容易就是粘一身，它还好。你是个不掉毛的小狗。哦，丁丁今天没有带尿不湿，但它刚摘下来，它一会儿还要带。衣服好看，嘿，谢谢。想看肌肉，没有了。今天刚恢复，然后我准备每天都活动一下，之前已经摆烂了很久了，不能这样，要打起精神来。还看二胡啊？必备，每次都得看。换个节目，我想想还有什么别的节目。嘿，那你表演一个吧，孩子，闲着也闲着，咋老困呢？啊，怎么这么困呢？这么容易困呢？这不知道是谁上次送我的，塞我手里，是哪位晨曦？《孙子兵法》，然后方便携带。非常好，非常适合我。感谢，感恩，喜欢唱歌。怎么又是二泉映月？怎么着都离不开这个二胡。想看青蛙吗？算了，别看了，害怕你们害怕。下部剧啊，还不知道呢，歇一歇吧，不想连那么紧了。本身也不是个，就是太劳模型的，吃个橘子吧。耳钉。嘿嘿，嘿嘿，呀，这是个橙子。太暗了，这不有灯吗？不暗不暗。是吗？我没洗手。又来了，
对不起啊。你下去一下，你下去一下，我没手，我有橘子。哎呀，走了，走，马上回来。回来了。今天我们来一场纯素颜聊天儿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今天没化妆。再化，这样很麻烦。都能闻到橘子味儿，哇，穿透。我最近在研究新的这个化妆，就是看各种化妆的视频找找灵感呀。这你不能吃。但我很不适合化，不适合化欧美妆。化完之后像二姨一样。有一次化了，然后我一看，中间一直不知道在干嘛，一直在刷手机啊什么的。化完了，一抬头看我，妈，大姨来了。不能吃啊。还没吃饱啊？但我下次可以给你们拍一个化妆视频过程。就是每个女孩都喜欢看的一个东西。丁丁找对象。他不着急，他才5个月，早呢，还是个小 baby。真的，我会拍，这两天有时间我就拍。然后现在也开始健身了，我。现在就是这个不该长的都出来了，所以必须要健身了。哈哈，哟吼，你们开心吗？流鼻涕，我每次都会流鼻涕，就每次有的时候哭戏，我都会先流鼻涕。就是先走鼻涕，然后特别特别多了之后才会就是有眼泪，你跟别人走反了，人家都是这么顺着下来，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把什么地方堵住，堵住之后它就不会变成鼻涕了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造反呢？丁丁，葫芦鸡，
不要再跟我提葫芦精，好吃是真好吃，但吃了很多。一来西安就给我塞了2只葫芦鸡，你说呢？丁丁不拆家哎，丁丁特别好，但我也不经常把它放出来。哦，居然没有吃肉夹馍，没来得及，羊肉泡馍也没吃。凉皮也没吃，啥都没吃，就吃了个葫芦鸡，2个。哎呀，冷不冷？还行哎。现在不是特别冷了，对，昨天有一个晨曦中奖了，大喜的薯条是不是？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很适合滑滑板，那天朋友来滑了一下，但最近就是。总是跑来跑去的，也没有太多时间，就是彻底的滑一滑。四川，咋的了？我在哪儿？你猜？眼睛很亮，耶！是，我。我从小就是这样，我妈就给我吃这个，从小就给我吃那个羊肝羹，然后就吃的眼睛特别亮，我一度还觉得我的眼睛太亮了，有点就是跳戏，就是我看我自己眼睛的时候，会觉得，怎么会，就有点，不知道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，但就哭的时候老流鼻涕，很讨厌。我说话声音小吗？河北，鸡叫，中奖了3个。想明天开学，想看你的剧，不小不小。夏天见河北，夏天想看蛙形刘海，毕业。不想，姐姐上清华吧，爬山累吗？累，很累很累，确实很累。虽然我们是那个坐缆车上去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爬一段。哟，蛙兄正在看风景呢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怎么转过去啊？不会，翻转。看到没？他也不知道每天都像假的一样在那定在那儿，不知道会不会感冒，没事儿。哎呀，我这体格还是可以的，感冒，小感冒而已啦，没有关系呀。明天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。广州多来，好。丁丁啃骨头呢。冻感冒没事儿，没关系。大家，我感冒了，肯定他们也感冒了。他们也是昨天，太逗了。你们都会什么才艺呀？我听听，我那天才听说，就是这样，动鼻孔的人只有30%
可以有这个技能，不能吧？我觉得这个都会吧。赛车、吉他、滑板，哇，酷！握手会，行，倒立洗头，哦，单边挑眉，动耳朵。动耳朵，可能会就是知道的会的少一些，但动鼻孔应该都会吧？胸口碎大石，哇，这练过呀，这是在哪个杂技团出来的？毕业的？耳朵长得很好看，非常的耳朵，确实。播到几点？播到8:40多，8:47，因为我晚了7分钟。炫儿一个，怎么炫儿？看看肚脐眼儿。肚脐眼有什么好看的？看这儿，跟肚脐眼差不多。啊，内蒙古，上次去过一次，还挺想，就是，但是哦，去了一下大草原，但是没有住在那儿，很想住在大草原上。然后，就我印象中的内蒙古，就是唱歌跳舞。喝酒、跳伞啊，跳伞。之前参加节目的时候，本来要跳，但由于我从马上摔下来了，脑震荡了，人家不让我跳。我酒量好吗？你看呢？一般吧，但是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圈的人，还有很多，我也不知道咋的，看那营销号就说我特别能喝，特别社会。我想这都哪儿听的呀？我都宅成什么样了？我都可以不出门了。下部戏是古装吗？不知道啊，还没有后续。我草莓没了，两盆都没了，两盆都蔫巴了。因为我出差几天没管它，没浇水，卡。广东娃。哇，你们都来自五湖四海，抑郁症好了，真的，恭喜，太好了，开心哦，保持开心，想点好事儿，就算不开心，这个时候找找开心的事儿干，或者是。叫你喜欢的朋友来陪陪你，说说话，打耳骨钉疼不疼？还行，打的时候不疼。想出去玩啊，想出去玩，一直很想出去玩。这个戏杀青，我就可以出去玩啦，呜。倒立劈叉、泰拳，哦，对，我在练泰拳呢，但是进组了就没练了，没有办法去找老师揍我。啊，
哈尔滨，哈尔滨，红肠。第二轮了，一定要注意哦，还是得戴好口罩，注意防护，不然很难受。眼睛夹蚊子，这都什么绝活啊？这都。哎呀，怎么都漏嘴了？你们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的呀？喉结没了。好看的女的，文静优雅，优雅，鼻孔吞面，傻傻的，搞笑女，反差女，男的，好女的。细腻，送我丁丁，可爱，出水芙蓉。说真的呢，内向社恐啊，嗯，这确实。憨憨，小傻子，霸气，沉定，漂亮，帅气，直爽，大傻子，反差萌。嗯，对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嗯，其实我挺社恐的，很社恐。熟了，或者是我觉得舒服的一个，就是很踏实的一个地方，我才会缓过来。怎么老想着宋丁丁宋丁丁的？这咋的这？我把我自己送出去都不能送你，他还小，他自己不行，你照顾不好他的，他得再大一大啊！我考虑考虑送不送。马来西亚，嗯，可以。嘿嘿，哟呼！你们要是不开心的话，会什么干嘛呢？你们会做什么呀？拍古装啊，在家自己扮上是吗？吃？你哭过吗？当然哭过，谁不会哭？睡觉哭。看你就开心，谢谢。看我直播，行，那我多直播。看吃到，好样的，转移注意力挺好。找事儿干，嗯，跑步不会累吗？会想要，就是会提起精神去跑哈，那还是蛮厉害的。看沈思怡啊，谢谢。你刚哭过吗？没有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咋了，眼睛有点红。看书，嗯，好孩子，要多看书。跳舞，行。我下次一不开心，我就马上不管在哪儿，我就跳。在房间跳，狂跳，从这儿转到那儿，从那儿再转到那个床上，床上再弹射到天花板。丁丁什么喜欢颜色？喜欢什么颜色？他应该喜欢黑色吧，灰色，因为他总喜欢把自己滚成灰色。灰狗。麻袋，是的，没有吃东西。晚上我今天想空一天，空一个晚上，这样会长寿。我也不知道听谁说的，忘了。然后那个一个星期可以有一选一天晚上，就是那个不吃晚饭，嗯，然后其他时间都正常吃。
而且今天刚健了身，今天就空一个晚上吧。我今天回到，因为我4天没有回来了，4天差不多。然后一回来之后，我一看镜子，因为我一直就没顾上照镜子呢，我就一直在弄这弄那弄钉钉什么的。然后我本来以为我是灰头土脸的，从机场回来，一抬头，哦，发现呀，我最近还挺白的，居然去那个去山上啊，然后去玩一圈，居然没有晒黑，我也觉得挺奇妙的。是，而且我发现我白了。对，防晒一定要防，冬天也要防晒，秋冬也要防晒，春夏也要防晒。那个春天夏天是最需要防晒的，因为它紫外线特别强。现在马上就要天气热了，然后基本上你在车里面其实也会被晒到，所以就是无论只要出去白天就要擦防晒。有一次就是我去做脸，做皮肤，那小姐姐就说要擦防晒吗？我一看晚上8点，我说8点了，姐姐，她还想给我擦防晒。我说月亮也会晒到啊，吓我一跳，长知识了。我一直对这个美白还倒是挺注重的，但一直以来就是有的东西吧，美白吧，它就是会有点刺激，会有点就会让你的脸长闭口啊什么的，所以又不敢美白了。但我最近是有效美白了，以前我就比较爱长小闭口，现在完全没有了，一颗都没有。眼睑收缩。嗨，哟吼！考试顺利。你们会这个？不会，我不会。这个莲花舌，不行。马燕杀青了吗？没有，还有1个月吧。假发，真发，唱首歌。正月里来，为什么要唱这？安娜什么时候上？哦，这几个都是娜哈，安娜、左娜、罗娜，哇哦，娜娜、娜娜，哎呀，腹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聊点开心的吧，刚刚聊的不是开心的吗？哈？结婚，跟谁结婚啊？对，丁丁是一秒脏，所以我就上次带他去洗澡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助理说，他把他接出来的时候，我说，接出来的那一瞬间，不要让他碰到地面，一定要让他四脚腾空，要不然他接触到地面一瞬间，他就可以在地上就是来个旋子360，高考完见我，好呀，好好高考哦，加油，考个好成绩。凌晨直播，不睡觉啦，睡眠很重要哦，
睡眠也会对皮肤很好哦。没啥毛孔，哈哈，昨天刚有人这么说过。哦，哇，好亮，灯泡。耶嘿，欢乐的，没事儿，还没到呢。了不起的女孩二，我也没有通知，哦，太近了哈。护肤教学，好呀，可以，哎，我可以跟你们说我是怎么白的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很快就白了，白回来了。等一下哦。我有我的秘密武器，就是它，小瓷瓶。真的太好用了，太好用了！我的妈呀，主要是皮肤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然后还白了，真的，一白遮三丑，遮百丑，快去购物，购起来！好的，多直播，OK。经常直播，想起来就直播，心情不好直播，开心直播，凌晨3点直播，行。欢乐的，还有2分钟，你们一定要开心哦。乌梅子酱不会唱，最近。每天都在拍着，哪有时间学呀？播一个月，哇，你们不嫌烦吗？展示才艺，滚呢，正在翻滚呢。下次让你们看看他怎么滚的，在最白的时候滚，黑了吧，反而不滚了，可能怕脏了地。自己比地都脏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走吧。好嘞，马上就走。你先走，你走一个，你快退出我的直播间。播到3点，那我的嘴不就秃噜皮了吗？傣族舞，哦，是那个傣族舞，傣族，行，明天看看有时间我拍一个，还得学，行，我不嫌麻烦。佤族，行，我以前也跳过，可猛了。难忘今宵。难忘今宵，无论天涯与海角。直播钉钉洗澡，这都要看呢。啊，它还拔毛呢，薅毛。听说这种狗还挺享受，挺喜欢的。它就喜欢拔毛的感觉，这狗就要拔毛，很麻烦。行了，爱你们哦，睡个好觉哦，快9点喽，早睡早起，不要熬夜，天天开心，多喝热水，好不好？爱你们哦，下次见喽，下次再跟你们聊天，我们二胡。不知道拉的什么。
嗯嗯嗯嗯。